云禾，别费力气，没有用的。就算放你进去，你救不了他。他怎么了？寒气上行，双目失明，再过不久经脉冻肿，血液凝滞，最终彻底病发。云禾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。 不是告诉我说，他们只是吓吓你而已吗？为什么现在都结冰了？别哭，若这就是我的命数，你千万不要告诉长夜，他多信我一日，他就能多活一日。 我不要你有事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救他！你断尾我便救。来人！季云禾的话重要，还是他的命重要？ 救人之危，以化为此诛。好生看管，择日献给仙姬。把药给我。
看来还是老天可怜我，在我将死之前能梦到你。你没做梦。长夜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别人说什么都不要信吗？为何不听？鲛人断我是为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我想，但我更不想你死。长夜，长夜，洛洛，快来，帮我照顾好长夜。哎，银河。